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还都没走啊？2500，哦，涨价了。1万，谁说的1万？老师，是老师吗？不是那老师吧？嘿，谢谢。没有想到我这现在这么值钱，哈哈。出什么？他出200。5毛，还有出5毛的。行了，1毛啊，还有1毛。600，我天哪，小孩就算了啊。多少？哎，你让回去，你站站那儿。10万是打包的钱吧？因为我们公司还得扣一点。都有人出到10万。是税后的吧？当然是税后啊。税没税谁？不是那个啊。我说他不是啊。我说是上税啊。我以为睡觉的睡呢，当然得是睡后给，当然得睡后了啊，睡前先交定金，真仔细啊，咱不再瞎说了啊，还有小瞎闹，还有小朋友，对小朋友，嗯，刚才这个后台中流砥柱正好郑老师，还有张金山张老师给您说了一段，郑老师的这个表演方式我特别的喜欢，风格一字一句慢慢的叙，是给大家。娓娓道来，铺平垫稳，说得非常的好。对，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再给您唱一回。好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您是爱唱，嗯，就没别的了。嗯，我先解释一下啊，我现在每次演出都要先解释。《五环之歌》虽然是我的成名曲，但是呢，行了，还成名曲了，但是不能早唱。对。有一次我们，这是我们的演出经验，有一次我们演出第二个节目或者第一个节目就把《五环之歌》唱了，唱完以后再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那也挺懊恼的。嗯，特别的懊恼，我到底是一个相声演员还是一个歌唱家呢？我自己都没有把家去了，哪有家呀。嗯，《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啊。对，别着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当然了，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并不只是歌曲，对，歌曲戏曲小曲小调这是归学，学唱啊，学人家唱。嗯，我们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对了，有人爱听吗？你看看身边的观众爱听这个，我给大家唱两句太平歌词啊。好，杭州美景盖世无双，白蛇传，白蛇传的一个唱段。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谢谢。正好，其实不好唱，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来回颠倒着这么唱，听着简单，这是我们本门的功课。对了，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学唱累吗？戏曲我比较喜欢戏曲，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北方居多，唱个今天在座的各位小戏儿嘛，对，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戏曲评剧。谢谢。好多评剧名家有好多。别管以后将如何结
说，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没了节奏还走不回来了。这边没有钱的朋友，别管以后将如何，多好得罪人。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谢谢你们，没有钱，谢谢。有钱就花钱买人打你了，就怎么样，唱得好不怎么样。您说那北方剧种那不是评戏吗？什么评戏呀？那我哪会啊。那以后就别说剧种了。你这么欺负人吗？嗯，我就会唱歌。那倒是。这样吧，孙老师，我唱一首歌让你猜好不好？哦，猜歌曲名。谁唱的什么歌曲？好啊。有些难度啊。没有难度。当你老了，第一句就歌名，你告诉我有难度。头发白了，当你老小知道。当你老了，还不错，还不错啊、嗯！当你老了，听这个、啊、中国这歌的通病，第一句全是歌名，没哪个你听、这个、简单之极。你听这个吧，你来来来，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猜猜猜猜猜，恶不恶心？这蛤蟆精似的，给看着。怎么了这是？女孩心，男孩你别猜，长也是多长都是第一句歌名。听这个啊，打起手鼓唱起，打起手鼓唱起歌。马儿翻山坡，让马儿歇会儿吧。千里牧场羊庄，打起手鼓唱起歌，行。我给你唱一个新歌啊。你还会新歌？那当然，你绝对不会。哎呦，听这个啊，我听得多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岳老师，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一面水来了了，深圳没有 KTV 吗？你跑这过瘾来了是不是？哎，这歌新吗？很新呢，很新。还新？你妈没结婚时候就有，知道吗？你妈没结婚，你妈没结婚。接着接着，没说那事儿，不是那事儿，你想多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知道有个夜总会叫富贵人家，你知道吗？闭嘴。还有叫百家同乐的，你知道吗？真是。你听这个啊。真是。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别望月了，雾里看花。再回首。再回首。啊、这仨字儿，有什么可唱的？阿莲。阿莲。越来越短，你看这玩意儿。当山峰没有当，我就该给你读点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房都买了，可能有信吗？你怎么了？你又能得来呀、啊？你唱就不会。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把第一句再唱一遍，我没听见。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
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哎，过火。神经病，这是神经病。那也是你逼出来的。这是张信哲的一首歌，叫做《过火》。对呀、我特别崇拜他。怎么呢？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的嗓音特别的清澈，是特别的嘹亮，适合你唱。说实话，非常有幸啊，能够跟他在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别怕我伤心》。哦，合作过，合作过一首歌。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张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但是你这个人特别的虚伪。您这怎么交朋友呢？一句话让他觉得很尴尬，说小月怎么了？我哪虚伪了？歌词里头能够体现到你这个人特别虚伪。哪一句说哪首歌让你觉得我虚伪了？对呀、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关于柳岩你装作无动于衷。我做不到。那是你多下三滥呀、燕子。柳岩啊，这是多开放，瞎说啊，瞎唱，好好。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好，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叫做《橄榄菜》，唱给深圳的朋友。橄榄菜，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什么叫橄榄菜呀？哦，橄榄油，橄榄油唱的。橄榄核不好吗？橄榄籽儿，没听说过。橄榄树，橄榄树，哎，特别的好听，是齐豫唱的。齐豫，齐豫是齐秦的姐姐。对，齐秦大伙都知道吧？大约在冬季。没错。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这都是我师父唱的。那是那是。我师父唱什么都是戏味儿。对。有一次参加周华健的演唱会，花的心。藏在若雨中，恐怕花季都错过。弄得人周华健不会了，是自己的歌不会了。对，到现在也不联系了。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你师父振兴二人转的演。对。这是橄榄树，是齐豫唱的，齐豫特别的好听。词是三毛写的，没错，三毛大伙都知道，都喜欢，都认识，也参过军，也流浪过。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三根头发那个，不是三毛流浪记吗？不是，写书那作家啊，作家啊，撒哈拉沙漠，嗯，他跟荷西的经典爱情故事，嗯，我给大家唱两句啊，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是橄榄树，特别好听。好，不要问我，哎呀。我一听就醉，真的太好听了。您唱完了，我们一块儿跟您醉。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嗓音呢？真是捧自己呢，可是。不是，不要我，哎呀，好好唱。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真好。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好，太好听了，真的。就是问您个问题啊。你说，您告诉我哪一句里边有橄榄树？不要问我太阳。哎，唱错了，唱错了。多新鲜呐！还舔着脸，还美呢，还赶杨钰莹了。对呀，玉莹了嘛，不要问，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搞毛敏了，我的情词儿不对，词儿不对，牵着你，词儿不对，我问从哪儿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不要问我，改刘德华了。一生曾经不要问我呀，你不要再问我好吗？谁问你了？你不要问我了。不是这么简单一句，你怎么不会呢？忘了？怎么唱来的？哎，提醒，听着啊。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对，多简单啊！你那老补的，肠胃不好呢，我还以为。突然间很难受。别起哄啊！别起哄啊！他唱的可能比我好。别起哄！行了，咱把嗓子哑了就别嚷了。怎么没您来？不，岳老师，您来，都是瞧您来的呀，对不对？不要再问我好吗？不要。我没有，都是瞧您来的，全是您的粉丝，知道吗？不要问我，不，你会不会啊？不要，你来。别，听他唱，他唱的好。对，您花那么少钱就别起哄了。谁说？你花那么些钱起什么哄？我唱吧，好吧。唱，他唱的好。哎，可能是叫我挪车的，可能是。我可能占人车位了，是吧？上来呀！上来，哪里有妖怪？哟，怎么着？来到你们的地盘了是不是？我错了，怎么了？就这么有尿性，就这么横，我错了，对不起。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是吧？您唱，您唱的好，您来，您把心态摆平衡一点啊，静静心啊，对，好，开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不是河南吗？啊，不。您好好唱，因为我觉得河南可能就是更贴近一点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河南。乡情。为什么流浪？穷。对，家里能吃能住，谁出来，对不对？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行，还有药吗？为
犯病了。退票，你要脸吗？从七点半听到10:13了，你要退票？有点过了啊，你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知道在咱们深圳都听那个，这都是讲粤语哈。对，你听的歌也是粤语的歌，咱们一起唱一个粤语歌好吗？什么歌啊？大伙儿什么？我让你唱个豫剧，可能是豫语的歌啊。柳大哥讲话，这都大伙都听不懂，这尾音不对，力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绫罗。寒夜泪和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我飘远方。河南同乡会是吧？我天哪，你什么都会哈，拦不住你们了还。跟天风雨泪，哦，你与我何为比，谁没再比。哎，你唱不上句相声好。原谅我这样送把给风中来信仰，也会怕有妖天会地道，哇，真的太让我感动了。其实今天这个场面应该让大鹏看到。怎么呢？大鹏的偶像就是黄家驹。嗯，大鹏最近有一个新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就是缅怀这帮摇滚老炮们啊，摇滚的老炮们啊，其中就有啊，我都不能剧透了，希望大家到时候能看。快上映，9月29吧。9月29号、嗯、啊，我给他做了一个广告，就疯了吗？这个，你拿人钱了吧你？好，再给大家唱一个。什么？那个，咱们一个一个说，别太乱了，听不见着。哦，送情郎，嘿，好，送情郎一唱，彻底结束，就正式下班了。嗯，真会点。女儿情，哎，这个好。哎，他也唱不了男的的歌了。我跟李健唱了一首《女儿情》，是参加的歌手啊。唐僧舒怀，你说我不是一个歌手，我到了歌手最高的舞台哈、啊，我真的羡慕我自己。那是，那人家瞧的是说相声的面子。《女儿情》，当时还上了热搜，牵手没有成功哈。嗯。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儿，尴尬的事儿，唱给大家唱几句，会唱的一起唱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虽然我正当少年，正当少年，虽然我面慈心软，面慈心软，为求真经不怕难，多少回面临生死险，面临生死险，
好了，唱两句就好了啊。还有什么想听的吗？今天全场都有《西游记》，哎。那就进入《五环之歌》了啊。好，这阿姨特别开心啊，等着听《五环之歌》回家呢，是吧？着急回家泡脚呢，是不是？阿姨跟这大爷是两口子吗？废话啊，哦，不是两口子坐一块儿呢。是就好，是就好啊。对，比不是强。那是，嗯，因为坐的特别近。那个，还有什么想听的？阿姨点一个吧，谢我。嗯，那是。是不了解。还有什么？没啊，安静安静安静，让他一人说啊，好吗？阿姨点一个吧。啊，阿姨说唱五环吧，唱五环啊。你阿姨知实在不是你会唱什么别的，那阿姨不了，往事只能回味哈，啊，往事只能回味啊。别着急啊，嗯，好，那就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吧。啊，因为我们上台的时候，上台之前领导告诉我11点之前必须结束。对，场馆规定必须结束。场馆的规定啊，所以说现在10:20还有40分钟。咱们40分钟啊。我们把《五环之歌》唱完，然后象征性的下去，然后我们再上来，好不好？哎，嘿，戏真足。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这是很简单一首歌啊。接下来好，来好的青藏高原吧。啊啊，你呀，啊，你也是，我卖卖力气啊！不，是谁带来？是我。您等会儿再唱啊！你带得来吗？我带不来，把你带走，知道吗？您冷静一会儿啊！青藏高原前面好唱，是啊，最后有一句高八度，你行吗？你想多了。怎么的？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哎，死半道了。是谁带来？是谁？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亚麻得，哎哎哎，什么词儿啊？亚麻得呀？哦，对不起。我说大爷没有听懂的，大爷懵了啊！大爷亚麻得他是一个，不，跟欧叶一样，就是欧叶啊。亚麻索不是亚拉索，亚拉索行不行？大爷，我可以，我可以，可以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哎，一起唱。
谢谢你，不要蹦，那么胖，不要蹦，不要蹦。啊，坐下吧，坐下吧，剧场太老了，主要是。谢谢。哎呀，谢谢。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啊。说你呢？说我呢？啊，说我呢。好，那我也爱你啊。嗯。要不咱们三个一起？那个。没有。干嘛带一拖油瓶？我还得。什么？喜欢嘻哈，来错地儿了吧？唱个二人转，大哥，我们是德云社。下次买票的时候看清楚了。一封家书是吗？探清水河，哇！你们知道的好多呀，吃了不少。嗯，挨个唱啊。呵，探清水河，这是北京的一个小曲儿。嗯，有，其中有一句大伙儿特别的熟悉。哪句？林海雪原。嗯，杨子荣唱了这么一句。唱了一句。提起那宋老三，有这么一句吧？记得吗？这就是探清水河的一段。我想起来几句，唱几句啊。探清水河，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在齐北的这个明纳宫，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啊，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丸子叫大莲，姑娘叫大莲，尊俏好容颜，似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呐、啊，奴好比貂蝉俺思吕布啊，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谢谢，正好，我不吝啬，我会唱什么就会唱什么。刚才那个姑娘说一封家书，一封家书是我在《欢乐喜剧人》。有一期节目里面唱过几句、春节前吧。我真的感受到了你的热情，谢谢。这得花多少钱雇的？一封家书，其实这是关于唱父母的这么一个，对了，心情嘛，这么一首歌。其实，这么说吧，我特别不伤感啊。我父亲去世之前就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一个就是深圳，他想看一看西湖到底有多美，他想看看邓爷爷画圈的地方在哪儿，他这是他两个心愿，到了也没有完成。我去年在这儿演出的时候，我还唱了一首《父亲》，就是唱给他，我知道他一定在去年的那个现场。今年我不知道他在没在，我不迷信啊。啊。不管在不在啊，缸都没法翻，你知道吗？就是希望他，我希望我去的地方都能够让他看见，能够让他知道。好了，一封家书我也不唱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伤感的歌啊。嗯，想听吗？亲爱的爸爸妈妈，好，唱完了。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深圳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
谢谢啦。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啦，先写到这儿吧。辞职，辞职，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说什么唱什么，双截棍，你看跨度还真大。什么？成都啊，成都啊，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依依不舍的，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这钱我都替你们冤的很，真的花钱自己来唱歌了，真有意思。好，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啊。我拿麦克风干嘛？你今年的12月份有一个电影上映，叫做断片。嗯，是我跟葛大爷、杜淳我们几个演的一个电影，还有他啊。嗯，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还挺热闹，能够喜欢。我最近也在拍一个电影，有可能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是我师父导演的一个作品。我是我第一次导演。我不知道我师父让不让我宣传，反正我宣传了啊，大年初一上映，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对，好了，接下来这名保密，没有什么，你现在都在保密阶段啊。刚才有个人点了一首歌叫《往事只能回味》，对喽。我希望今天的一切将来都会成为往事，因为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能再回来。我可能特别伤感哈，今天的一切明天还来，放心吧，都将成为往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味。好，往事只能回味，唱给大家。来，那个演唱会的感觉起来，快来来，好。你去哪里？你干嘛回味去？坐下。回你的位子。把这灯光给追光，快追到这儿。哎，这刚几点？拉着爷们儿回家。
看我这人不吝啬，黑金啊！哎，会什么就会。孙悦唱一个，来。别起哄啊！我能唱，我早唱了，就那一句，别做坏了，嘿，跪着呢，知道吗？他俩我唱不了，我这破锣嗓子。你把那橄榄树唱完也行，对不对？我真来不来了，你来来来，我真唱不了，我能唱我早唱了。别别别，哎，有累的时候，嗯。你来讲，我真唱不了。我这嗓子能唱，我早唱了。橄榄树唱两句，我们不。我就真来，我就一句到头了。来，您来，别橄榄树，我唱完以后你还怎么唱呀？还有什么想听的？对，等我们学学再说啊。啊？什么？人家版权都收回去了。大哥，有这首歌吗？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搜一下来。粤语唱五环之歌啊，你们是不想好了。嗯，实在是唱不了啊，唱不了呢。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绕回来了，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来回串，是我彼此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脱掉一切陪你们睡。哎、别唱了，对。说一段哈，好啊，哎，应该说一段，因为毕竟是相声专场。生活当中很多可乐的事情都可以带到舞台上，拿这位老师来说吧。这位老师呢，上的学校特别的不一样，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他的母校，就跟智障有一中似的。你大哥，你大哥是一中的，一中一霸。对了，大哥一，你等会儿，智障一中，对，一中一霸，对。那不傻的头吗？就是他比别人傻的厉害。哎，对、嗯、好，他不要命的。嗯，不光是他，我们后台好几个人都是。还谁呀、啊？什么高峰、栾云平、侯震。哟，侯老师，他们是一个学校上学的。你看，我们智商不低了。啊、嗯，老师呢非常的负责任，是经常去教室检查，检查宿舍，检查教室，看看有没有抽烟的，哦，有没有谈恋爱的，哦，有没有喝酒的，哦，还有谈恋爱的。也有那个女傻子呀、哦、就经常在一起，多余问他，经常去检查宿舍或者教室，怕有干这个的。有一次老师检查这个宿舍发现了，嗯，宿舍有烟味儿，那有人抽烟呢，而且地上有烟屁，不学好这个不行，对，一定要杜绝，得管，要不起对不起人家家长。是啊，花那么多钱来这个学校，你花那么些钱治病去啊，
能治不就治了吗？啊，没救了、嗯、老师非常的负责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薯条把他们挨个都喊过来，哦，试验我们。高峰，高老师进来。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老师、哎、高峰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 好奖励你，来一个薯条吃、嗯、吃薯条，谢谢老师。你看看这是不会吗？各位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那加烟卷吗？明显抽烟呢。抽烟了。高峰你抽烟了吗？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滚蛋。这学校不一定谁有毛病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出去了，赶紧传授经验，告诉我们，告诉那三个同学。是第二个进来的栾云平，他们俩一场。小栾进来。小栾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那词儿都一样。小栾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我在三年级当三号学生已经六年了，不会抽烟。好，蹲六年了，真好、来来一个薯条吃。来吧，谢谢老师。哎，看他怎么来。哦，哎，这么拿了一个，捏着。老师一瞧，这还不错。是，就来一个吗？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好嘞，记着。拿烟卷呢？薯条有放这儿的吗？是啊，明显抽烟呢。对，小兰，你抽烟来的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呦，我出去。谢谢老师。哎，还谢谢呢。赶紧传授经验。是，告诉那两个同学。我和侯震。第三个进来的侯震，老师好，老师好，怎么了？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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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哟，老师最近气色不怎么好，应该敷面膜了。我妈妈有一个面膜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老师，听说你们家的电视坏了 ，LED 的吧 ？LED 电视不怎么好修，我们家有一个修电视的，特别修特别好，修特别好。老师，我没有抽烟，真的没有抽烟。老师，老师，谁问你了？我喊你了吗？冒场了。哟，老师你喊不喊我也该我了。老师，老师我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为什么不会抽烟？因为我这个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哎呵，我这个嘴特别碎，说话用我嘴特别碎，特别碎，特别特别的碎。老师你看我这个牙是黑的，其实是晒的。老师，哎呀，好，连嘴都不闭了。行了行了，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真心的谢谢老师。快吃吃吃，拿了一个，捏一根。就拿一个吗？再来一个。还这招。好嘞，老师。哟，搁嘴里了。吃了。聪明。老师，小别干吃啊。啊。蘸点酱。番茄酱。嘿。你蘸多了。蘸多了。是吗？对。嚯！点烟灰呢？你看了吗？这明显是抽烟呢。抽烟。侯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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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叫侯震？你是不是叫侯震？侯震，我告诉你，我应该弄死你，应该弄死你，应该弄死你，知道吗？我气色特别好，气色特别好，我不用敷面膜，我们家有面膜，面膜多的是，我们家也不用修电视 ，LED 电视就是好，就是棒，怎么了？怎么了？你给我滚蛋！老师是个学习型人才，你看看。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出去了。出去，出去，出去。孙悦，嗯，进来。那全交给我呗。老师，哎，我进不去。可能是先有的我，后有的学校。啊，这位同学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做侧身，你会不会？侧身吧，侧身。侧身没有用。为什么呀？因为我是圆的。就这么珠圆玉润的。好嘞，好嘞，我来教给你啊。好，先把肚子上的肉给我。哎，好嘞。好，往里挪。先迈左腿，好，迈后腿，好。后腿。啊，右腿。迈右腿，好嘞。这不进来了吗，宝贝儿？怎么了？进来了。那我怎么出去呀、啊？等拆迁吧。先说这个事儿吧啊，你抽烟了吗？嗯。老师，是我不会抽烟。这四个里是不是就我是傻子呀？真的。行吧，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这招。谢谢老师。我怎么有随时猝死的可能呢？我脑溢血后遗症，我拿了一个，啊，怎么就拿一个呀？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谢谢。我怕我抽过去一会儿。哎，这球，哎呦，哎，鹅老师呢？哎，就吃了一个，是啊，就别干吃了，蘸点酱，还这招啊？我可能站不起来。站了一下，老师一瞧，站多了，啊，是吗？哎，对，
蹭蹭蹭了一下。哎，老师一瞧，这可能是真傻。我这哎，真不会，可能是真不会。我不抽烟。就这会儿，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校长来了啊！再看他，我这还不会呢。今天好开心，真的好开心。嗯，我今年演出演了差不多20来场，上二十场了。今天算是比较让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深圳的朋友这么热情，这么喜欢听相声。深圳倒像个相声窝子了。嗯啊，还有什么想听的吗？太平歌词我唱了呀，唱了什么？哦，太公，姜太公，太公卖面，太公卖面。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烟回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怎么样？会就唱。宋兴郎着急走。嗯，叫小帆。好嘞，刚才主持人已经通知我，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对啊，有请我们今天其他的相声演员再跟大家见一个面。来吧，见客了。大家介绍一下，来见客啦。都是哪儿的自己说啊。嗯，随便挑啊。不行，我们再换一波，好吗？不行，再换。就我呀，我贵。别，我们得搭着麦，对不对？哇，有一个美女，我看见一个美女，我才看见，坐得太远了啊！真豁达。是你的吗？我带走。是啊，我不介意仨人，人家可能介意。好。介绍一下吧，来，那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谢金谢老师，长得也不错，你微信号是多少？来，我公布一下，啊，555，他那意思是，长得挺好的，长得还行，对啊，进了桥还行，嗯、而且辈儿大，我应该喊的叫师爷，对，进门就可以喊奶奶，真的，我进门就喊叔奶奶就得喊啊。第二个李鹤东，李鹤东，关鹤柏、嗯，刘鹤春。这个也单身啊，嗯，对对，单身也单身、啊。这是张金山，张老师啊，郑豪老师，郑豪老师，今天还有一个儿子、啊。今天的主持人饺子，饺子，嗯，奉劝大家一句啊，一会儿往外走的时候，一个一个往外走，千万不要拥挤。对，因为我上次我们在青岛演出的时候，就现场观众太多了，有点小踩踏，有点小踩踏事件。嗯，希望大家慢慢往外走啊，对，不着急、啊，我尽量陪着大家慢慢往外走啊。接下来宋兴郎唱给大家，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一步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青蓝哥的兜兜扒了包他肚筋沟啊，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狼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狼呀
送到了大门南呐、啊，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